我都买阿皮丢出去，对吧？大家买单，我都买。大家买好标哦，这是重点啦，吼。那你买买，我请恁随随意吼，甲咱阿达来好听的歌，什么歌？爱丽娜西娘，上台。爱丽娜西娘，来拍波子。随意也有带来随意最新专辑的签名海报，还有最新专辑做的造型的 CD 造型的钥匙圈要送给大家，然后让我们的助理送给大家好了。那大家不要急哦，安全第一，安全兄弟们哈。为相思叹几叹，哪里有听着乡情歌？走了。
好好，杜家黑腰标啊，杜家大概有拿到谁的海报哈？对对对，这里海报就是随意今年最新专辑。上新呢，嘛是电歌的咱三立八点档，对，三立八点档的八点档的片尾曲，对对对对，哇，所以今麦就多来收，第一上新的，上新的最新专辑。男人的性命，有乜问题？佮头部脚迄条根本拢有性命啦，拢有性命，有性命。现在等佮地关的，对对对，男人的性命送大家，谢谢。看我这里，谢谢，谢谢一首男人的性命啊，是在天国的三立八点档这个专辑的片尾曲啊，在依据的专辑嘛发行了，是在民视八点档的片尾曲。啊，拜托很多所有时段、所有好朋友啊，继续来收听啊，以及继续支持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幸福梅山。
谢他也做了很多的评论，感谢新的荧光幕的助理，助理向大连一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进入我们最紧张的阶段了哈，来，要邀请代表回。